我们啊关注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受损的消息，深感痛惜。两岸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啊，是血脉相连的整体，所典藏的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是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和传承，啊，承载着两岸割舍不断的文化血脉和历史纽带，凝聚着中华儿女共同的人文情怀啊，所以确保文物安全，这是台湾有关方面的基本责任。我们一直致力于啊促进两岸的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，啊，那么两岸故宫博物院啊，他们合作基础啊比较深厚。啊，那么未来可以继续的啊，开展各种形式的啊交流合作啊，共同传承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，共同守护好啊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。